什么图啊？这把 ？OK， 游戏开始，节目开始。节目开始了，兄弟们。这把的节目是只在这下面，让我看一下我的大脑放在什么地方会比较有智慧一点，让人类无处可藏，好吧？这把的节目是只住在下面啊，这把的节目。先把我的大脑放满整个地下。我应该带个镜子隐身在下面挂机的，我带错技能了。我直接镜子隐身在下面隐身，兄弟们，等下直接让他们过来。哇，我镜子隐身在下面隐身等着他们来，哇哇哇哇哇哇哇，爽死了，那么牛逼死了，我操！有人把我无人机踩了，你他妈！你居然把我的大脑给拆除了，你怎么拆了就跑啊，你小子！你居然把我的大脑给拆除了。没开你们，哎，无人机放不进去啊！我再想一下，筛选一下，我该放着把我的大脑放在哪里？咦妈的，打死你！你还敢我偷鸡？我操！我有，他怎么知道我来了？哎，讨厌啊！有声音啊，这里妈的，我今天不出这个笼子，这是我的笼子。不行，我就是不去。我的智慧全都拿出来了。人类玩个毛啊！人机怎么收掉了？没意思啊！这感觉人类也知道你的意图了，接下来跟你玩20分钟，我也不出来，就这样子啊！你有编织共鸣剁手，我在那边摸摸包，飞机他也不来了，怎么玩？怎么玩？两个口子一手是吧？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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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那不可嘿拿包你妈的拿包拆我的无人机啊给你两下嘿啊还想拿包啊拿包拿一个我看看啊拿包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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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笼了哎呀嘿来吧小老弟跟我走你看你看已经拔了啊不能怪我啊老板你看不爽也不要怪我啊我已经尽力了啊你也看见了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现在嘛回事嘛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况嘛也是这么个情况他们以为这修机很简单哦哟这么好修是吧哎呀 easy 我操让人跑下来了可恶啊我宝捡出去了我操把我的智慧拿出去了居然带走了我的智慧我要让你们经历重重关卡才能救到这个老头现在我的智慧在旋转老头先行退场啊哎呦哎不玩了不好玩克服难关我只使用出了我的那么一丁点智慧就将他们全部拿下好游戏结束花了很多脑子在地上吗都不饿了哎呦呦他长条的兄弟们怎么办让他长少一点吧地下室的恶魔我跟他一样被关在了地下室啊被封禁在了地下室不可以出来
装啊，人类没有骂我啊，人类骂几下吧，不然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啊。